都在去看这个样子干嘛？我们干啥？我再去。刘浩要找我呀？完了呢？挂了呀？我到那儿找不着，看啥了？我妈的，忙的怎么？大二出来了，看那我嘛，广东培养都去玩了不？你怎么不找？看我有身体还是啦？是的，真的。阿里那的，你们都不要了先，是吧？表嘛的，没搞过喏。表嘛，咱们来理解来着。哈哈哈哈哈。表也不提的。不，表么的，对面人家呗。我们不他妈从。就是在这看的时候，都看看。他多晚嘞？那么，主要等来怎么样报呢？就像一些社会面嘞，可能服务员那边最靠家话嘞，然后阿龙那边来搞我们家嘞，没底下钱在垫背嘞，阿龙没报呢，就说那么干，那么干这来排嘞，没地当报呢，我可能啊，来一趟你背家话嘞。哦，那么多家，那么家，原来挂，不过我在家里也接了看了，不露脸的，妈也在做呢，对哦。先别忙我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不露脸的看啥？啊，看啥来着？你今年也挂呢，是不？哦，接下去了，先别别过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么来先别话嘞。啊，那我再让我不，那不只看这个东西，那小故事该表达。我别把我的菜玩了，我洗了吧。那就那种菜没那么甜，我来做，没丢的，就说，咱就别忘了，家里家没好东西嘛不？那苦你谈的时候，那先别了嘛。苦了没洗的，别忘了，对账的洗多一步。啊，对账洗完，我账完我给你一下要的。那得意。现在说 ，FOC 六非要拆这 CR 浪了，但我们没。我嘛嘞，你啥货嘞？你叫嘛？哦，盐山那头的讲你叫个，有没有？哦，俺对来六杯啊，宝贝，有没有暖的不？别阿姐讲下来说的嘛，我都听不到。叫嘛来六杯啦？叫嘛，叫嘛，就那对人嘛，自家人就会叫。完了嘞，你输够你了没？你别阿拉老弟了，阿拉没叫。没，慢慢也就你个啥子？对，一关多嘞，把他妈都累嘛，我这都累，我看给洗。哦，你洗嘛，喊大家一户人收外卖。哦，就那那边要不要老板说，对，啊看看啊，对没洗给我，我不要，我那对楼的外人家嘞，到时候对看人家说，啊看看对没洗给我，你干嘛叫咯？我过来啊，没未必来闹你啊，说，这都多搞笑的好呀。哦，然后我话不要过。你说怪说，别人说怪说，也管要人的都快要你了呗。